希望業界的朋友和政府更加努力，是將信息帶出去，是做到開開心心上班去，平平安安回家來。一年一度的建造業這個這麼有意義的家長禮，今次是第八次了，勝出的當然是開心，實至名歸，可嘉。對於提醒自己，就是說上有老下有少，工作安全最重要，出了事故不得了。我希望大家可以谨记今年的口号，就是安全铭记心，生活乐欢欣。减低工伤意外，提高工作环境安全，是我们分包商联会一向的目标。今天见到这么多同行获奖，代表他们的安全表现得到确认。我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将成功的经验和业界分享。金奖呢，有利建筑协兴建筑有限公司、安顺能基建工程有限公司、协兴建筑有限公司。开心的工地要有安全的管理，还要合适的设备和谨慎的同事。建造业的职业安全有赖你的支持。哪个人能够猜透未来？清洁安全的工地是大家协力的成果，所以切记上下一心，家人放心。至于金奖呢，陶记工程有限公司、典锋工程有限公司、新宁工程香港有限公司、兴盛建筑有限公司。关注职业安全，最终受用的都是自己，建造业的职业安全靠晒你。